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烟雾当中含有超过400种的化学物质，其中至少含有250种已知的有害物质，69种已知的致癌物质。据统计，我国现在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者的1/3，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达到7.4亿之多。烟草消费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和吸烟相关的疾病，而因为吸入二手烟导致的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0万。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梁准，我是嘉嘉。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提示一下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的。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梁准，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废的一句废话是什么呢？梗系知啦，肯定是我好靓仔咯。呵呵呵，讲认真啲啦。系啦，咁我想应该是烟盒上面写住那个吸烟有害健康嘅，系啦，冇错。吸烟有害人体健康咧，就大家都知道嘅。但系每年咧食烟嘅人咧就只会增加而唔会减少。而睇住我哋头先一早早嘅死亡数据咧，真系睇到个心都惊埋。系咯，所以咧，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嘅市民啦，我要提醒下大家吓，一定要拒绝食烟。因为食烟咧唔单止系对你自己嘅身体唔好啦，而且啊，释放嘅二手烟仲会危害到其他人嘅身体健康噶。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一路喺度讲呢个二手烟，大家又知唔知二手烟到底系咩嚟嘅咧？解决问题，我哋嚟到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揾陈主任揾答案。陈正贤，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二手烟咧，即系话食烟嘅人，除咗自己吸入之外咧，佢散发出嚟嘅气味或者烟雾或者系空气中嘅物质，影响到其他人，导致引起嘅后果，或者系引起病人、引起其他人嘅唔同嘅感受，呢种咧属吸烟、直接吸烟同埋間接吸煙的人相關的，這個我們就叫二手煙。打個比方，我自己吃煙，我對我自己有害，但是周圍的人呢，因為我吃煙導致他都產生一定的影響，所謂這樣呢，我們通俗地說叫二手煙。而且專家還跟我們說，不吃煙的人每日被動吸二手煙15分鐘以上就稱之為被動吸煙。而二手煙之所以對我們的身體有這麼大的傷害，是因為二手煙當中的煙霧裡面是含有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的。沒錯啦，那這些有害的化學物質又是什麼呢？我們煙的有害的物質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沉積在 氣道上面的，這種是叫做大分子或者重的或者油類的，這個油脂類的物質，這些是一種。一種是漂浮在空氣裡面的，很多的 大分子的東西或者是重物，比較重的大粒子比較大的東西，通通都是沉積在病人吸煙者的呼吸道。但亦有一些氣體，包括一氧化碳、一氧化氮、PM2.5 呢一類嘅，亦都可以散發喺空氣入邊。咁呢啲散發喺空氣入邊咧，完全係可以影響到周圍嘅人。同吸煙嘅危害相比咧，佢亦都有一定嘅危害。二手煙入邊嘅有害物質好多，其中 PM2.5 同一氧化碳係我哋比較熟悉嘅一類有害物質。PM2.5 係指環境空氣當中直徑少於等於2.5μm嘅顆粒物，直徑令到人嘅頭髮絲粗細嘅1/20。呢個數值越高，對人體嘅健康就越大。而一氧化碳係含碳物質，完全燃燒嘅產物，無色、無臭、無味，含劇毒嘅無機化合物氣體。人吸入一氧化碳之後，紅細胞輸氧能力就會降低，體內缺氧就會產生頭暈、嘔吐等症狀，嚴重嘅可能仲會導致昏迷甚至窒息。梁总，我都话噶啦，吸入二手烟咧危害真系非常之大噶，但系究竟有几大咧，我就唔知啦。你又知唔知啊？呢层我都唔知噶，不过我用实验嚟话俾你知。真嘅？嗯，跟我嚟啦。咦？呢个边度嚟噶？你唔系带我做实验咩？但系呢个环体点睇点样都似一间密宅多啲咯。你想做嘢啊？嚟呢度梗系要做实验啦，不然你以为咧？吓死我！系啦，你睇我仲带咗呢个专业嘅PM2.5 嘅測試同埋一氧化碳測試添。哇，真係好專業咁喎！但係要拎佢哋嚟做乜嘢咧？嗱，咁一陣間嘅測驗咧，我哋首先要測下呢間房依家嘅 PM2.5 濃度同一氧化碳濃度，然之後我哋逐次咁點着3支煙，再檢測每一支煙之後，我哋房入邊嘅 PM2.5 濃度同一氧化碳濃度有啲咩變化？咁樣嘅，咁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做實驗啦。嗯。
经过检测，在门窗打开的正常的情况之下，室内的 PM2.5 的浓度和一氧化碳浓度都处于正常值。按照国家规定， PM2.5 的标准为每立方米75微克，一氧化碳的标准为 3.2 ppm， 很明显这间房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从今次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间房的一氧化碳值和 PM2.5 的值都是符合标准的。不知阵间我们在点了烟之后再来测试这两个值又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下面的时间就麻烦梁准点烟了。好，首先点的是第一支烟，等它充分地燃烧之后，将烟就分散成间房之后，我们再用这两个仪器来测试一下。随着香烟的慢慢燃烧，房间入边亦都开始弥漫住一股刺鼻的烟雾。而一氧化碳检测仪同 PM2.5 检测仪上面的数据亦都不断上升。哇！我哋而家咧第一支烟已经差不多烧晒啦，咁我哋而家具体嘅数值咧得到嘅就系 PM2.5 咧系430嘅，而一氧化碳值咧就系17，已经系远远超出咗标准值噶咯。系咯，嘉嘉你睇啊，烧完第一支烟，佢已经个数值去到咁高啦，唔知点完第二支烟之后个数值又会去到几高咧？咁我哋而家即刻嚟做第二支烟嘅实验啦。在点完第二支烟之后，调查员通过检测仪检测到这个时候室内的 PM2.5 浓度为442微克，一氧化碳浓度为34 ppm。 而当点完第三支烟之后，调查员测到这个时候室内的 PM2.5 为454微克，一氧化碳浓度为45 ppm。 检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两个仪器轮流爆标。想象一下，呢一支细细嘅香烟会对你嘅身体有几大嘅伤害啦？从今次嘅三组数据嚟睇咧，我哋可以知道啦，数值咧系已经严重超标噶啦。无论系一氧化碳咧，亦或系 PM2.5 咧，都系随住我哋点嘅烟咧系越嚟越高噶。所以话，如果同一时间咧有几个人喺一个空间入边食烟嘅话咧，可想而知呢个数值咧应该系高得夸张噶啦。系咯，所以话大家平时最好都系唔好食烟啦，尤其是啊，唔好喺公众场合食烟，以免你释放嘅二手烟对其他人嘅身体造成危害啦。系啊，冇错，就好似我哋头先啦，为咗做呢个实验咧，其实都已经吸咗好多嘅二手烟啦。嗱，距离我哋啱先咧做完最后一个实验咧，已经有几分钟嘅时间过咗去啦，但系咧依然都系闻到好浓重嘅一阵烟味噶。咁唔知呢个二手烟需要几长嘅时间先至会消散嘅咧？想知道答案嘅话，我哋而家即刻开始测试，睇下我哋间房要过几耐先至可以回复呢个 PM2.5 同埋一氧化碳嘅标准值咧？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嚟测试一下啦。调查员再次对房间进行检测，仪器上面显示 PM2.5 数值为367微克，一氧化碳的数值为 15 ppm。 虽然这两个数值都降低了不少，但依然未回到安全值。嗱，而家房間入邊嘅 PM2.5 同埋一氧化碳嘅值咧，都係降低咗少少嘅。不過咧，離我哋國家嘅標準都仲係差好遠喎，點算好啊？咁一係我哋過多十分鐘再過嚟測試過，睇佢達標未啊？好啦，咁我哋就出去坐陣先。嘉嘉，時間又過咗十零分鐘了喎。係啊，睇下啲數據先。嗱，我呢邊咧 PM2.5 嘅數值依然都係高嘅，你睇下呢個紅燈咧一直都係閃住噶。咦，我呢邊一氧化碳都係咁喎，居高不下個數值。真係噶喎，兩組數據咧依然都係非常之高噶喎。咁究竟呢個二手煙要需要幾多嘅時間先至可以散曬咧？唔知㗎，但係唔知都要等落去，因為我哋身為調查員咧，一定要有呢種科學探究嘅精神啊！好啦，我哋繼續等啦，咁啊，陣間睇下要幾多嘅時間先至可以散曬啲二手煙啦。咁我哋出去等啦。好。调查员随即在20分钟、30分钟之后再次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室内的 PM2.5 同一氧化碳浓度在长达30分钟之后才逐渐降到标准值。哇！呢、這个实验真的令我好惊讶，原来二手烟需要成30分钟的时间才可以消散噶。咁睇嚟以后我真的要远离一啲二手烟先至得啦。只不过头先的嗰个实验都未可以证明到二手烟究竟有几毒。你到底有冇方法可以证明到噶？呢层啊，等我想想先吓，有啦。之前咧就传闻呢个二手烟仲毒过啲汽车尾气噶，又唔知系咪真嘅咧？有冇搞错啊？仲毒过啲汽车尾气，我唔系好信咯。咁电视机前嘅你哋又信唔信啊？
我觉得会，而且的话对于长期在室内的人来说可能影响会更大。我觉得他们两个相等。相等，为什么呢？因为二手烟的话吸到肺里面会得肺癌，尾气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汽车比汽重的。应该会吧，我觉得差不多吧。从啱先嘅街坊结果嚟睇，大部分街坊都认为二手烟会比汽车尾气嘅吸入嚟得更直接，觉得二手烟嘅危害会稍大一啲。只有少数街坊认为二手烟同汽车尾气危害一样大，因为两者都被吸入人体嘅肺部，造成相同嘅危害。究竟二手烟嘅危害大一啲，定系汽车尾气嘅危害大一啲咧？咦，梁总啊，你唔系话有办法可以证明到二手烟比汽车尾气仲毒嘅咩？但系你带咗我嚟呢个停车场做乜嘢？带嚟梗系要做实验啦！你睇下，我已经抛咗部车喺度啦。哦，明啦，你系想测试部车嘅汽车尾气当中嘅一氧化碳同埋 PM2.5 系咪咧？冇错啦，但系喺测试之前咧，我哋都要测试翻依家空气当中嘅 PM2.5 同埋一氧化碳浓度先噶。OK， 明白。咁而家你就测呢个一氧化碳，而我咧就负责测 PM2.5 啦。经过检测，我哋得知而家室外空气嘅 PM2.5 浓度为276微克，一氧化碳为零。接着嚟，调查员将会对呢一部新车嘅汽车尾气进行检测，嘉嘉就负责踩油门，而梁长就攞住两台仪器对住汽车尾气进行实时检测。得啦，踩油门啦。诶，有反应啦！咁我哋可以见到一氧化碳检测仪已经喺度系咁叫啦，已经开始报警啦。而呢个 PM2.5 嘅检测仪咧，更加系爆晒标咁滞啊！咁可想而知呢个汽车尾气系几毒，咁都可想而知我为呢个科学献身有几大啦。我哋嘅调查员真系冒住被汽车尾气熏黑嘅危险嚟检测尾气嘅一氧化碳同 PM2.5 嘅数值。哇！油门一踩啫，尾气随即从烟囱嗰度喷出嚟，而梁准手上边嘅两个仪器数值不断喺度升高，最后都系抵挡唔住尾气嘅威力，直接 KO 啦，连检测仪都冇办法再测到数据啦。嘉嘉熄火啊！我都就嚟熟噶啦，八成熟可以成得噶咯，差唔多。点啊点啊，测试嘅结果系几多啊？你过到埋嚟，第一时间关心个数据，你可唔可以关心下我先咧？我都就嚟死噶啦。好啦，咁先关心下。关心得啦，关心完啦，咁数据系几多啊？嗱，咁我哋可以睇到啦，数据去到好夸张嘅地步啊，比我哋啱先测试空气中嘅 PM2.5 同一氧化碳含量咧高咗好多倍啊！不过梁准咧，我就真系唔系好相信话二手烟佢嘅一氧化碳同埋 PM2.5 会比汽车仲要高咯。唔信嘅话咧，我哋嚟对比一下咪知咯。梁准面对住靓女都系心软噶，对于嘉嘉嘅疑问都系有求必应。只见佢即刻从实验道具当中揞出一支香烟，并将佢点燃，等待香烟充分燃烧之后，再用仪器去测试佢嘅 PM2.5 同一氧化碳浓度。哇！点啊？结果点啊？高得好夸张啊！到底检测仪器上面嘅结果系几多咧？点解调查员会露出咁一个表情噶？二手烟主流烟嘅检测又会系点啊？香烟系咪越贵，佢嘅二手烟嘅毒性越低咧？哇！点啊？结果点啊？高得好夸张啊！哇，真系好高啊！呢边咧400几，一开始就已经系400几啦，而家咧直接系 OL， 即系爆咗标 ，PM2.5 咧已经系完全爆标噶啦，比头先咧部汽车嘅尾气咧仲要犀利咁多嘅，点解？系咯，嗰边咧，我呢边都直接2秒之后直接爆标啊！啱先我哋测试咗分流烟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要测试翻主流烟咯。主流烟系咩嚟噶？嗱，分流烟即系烟自己飘出嚟嗰啲啦。咁主流烟咧，即系人食咗烟之后吐出嚟嗰啖，就系、是、主流烟啦。哦，咁边个嚟做呢啖主流烟啦？我唔食烟噶，你冇逼我啊！咁既然你唔食烟，咪只好为难我咯。嗯，都好，咁就辛苦你啦，辛苦系你啦。好啊，好啊。咁以下嘅内容咧，涉及到不雅嘅行为啦，所以咧，梁总系会拧转面去食完呢啖主流烟之后咧，嚟做我哋今次嘅测试啊。我哋嘅调查员亲身上阵，点咗一支烟，吸咗一啖之后，就对住一氧化碳检测仪同 PM2.5 检测仪嘅探口喷烟，结果两个仪器嘅数据都高到直接爆表。
講到車咧，唔知梁總你有冇發現咧、其實有好多人啊都中意話開住窗咧喺部車入邊食煙嘅喎。但係諗下啱先我哋出邊咧測呢個 PM2.5 啦，同埋一氧化碳嘅值都已經咁高啦。你話部車嘅空間咁狹窄喎，喺入邊食咁咪中毒咯？係咯，咁既然都嚟到啦，不如測試下咯。誒，都好喎、得噶，咁我哋而家開始測試車入邊空氣嘅 PM2.5 同埋一氧化碳含量噶咯喎。嗯，好。你記低佢啊嚇。嗯。一氧化碳含量依家係零噶。O K。咁 PM2.5 咧，咁我哋可以睇到係228度咯。咁測試完之後，我哋而家開始點煙咯喎。咁係為咗模擬咧，我哋有人坐喺個車入邊食煙嘅場景。嗯。咁一陣間我哋測試你要記好喎、結果兩個儀器嘅數據都高到直接爆表，呢啲個數據講明一支煙釋放出嚟嘅一氧化碳確實係汽車尾氣嘅好幾倍。雖然呢個同兩支嘅燃燒方式有好大嘅關係，但係從一氧化碳嘅呢一項指標嚟睇，二手煙當中嘅毒比汽車尾氣高出好多，一旦吸入我哋嘅人體，咁啊即係對我哋嘅身體造成好大嘅危害。佢吸二手煙嘅危害其實咧，就係因為最呢個比較無辜啊，即係我唔食煙，我因為同吸煙嘅人一齊，我都會導致我患上咗同吸煙相關嘅疾病，包括你啱啱講嘅慢性支氣管炎啊、心血管嘅疾病啊、睡眠嘅疾病啊，甚至會腫瘤嘅疾病啊，都會有。調查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結論：二手煙嘅危害，我哋真係唔可以再忽視啦。如果你本身唔食煙，但係如果因為吸咗人哋嘅二手煙而導致身體出現狀況嘅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唔值得嘅事。所以，當你見到一啲人喺唔應該食煙嘅場所食煙嘅話，一定唔好意思，要勇敢咁同佢哋講，請你去到室外指定嘅吸煙區吸煙。哇！真係估唔到啊，喺車入邊食煙咧，竟然會產生咁多嘅 PM2.5 同埋一氧化碳嘅喎。咁再一次咧，就證明咗我真係要遠離二手煙啦。係啊，唔單止係你啊，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都同樣要遠離二手煙啊。不過喺度咧，我又有一個問題喎，梁準。咁會唔會話食啲靚嘅煙、貴啲嘅煙咧，產生嘅二手煙就會少啲嘅咧？呢層我都唔知啊，但係啊，我哋同樣可以用實驗嚟證明嘅。嗱，我哋去買煙先啦。好。呢个系我哋额外增加嘅一个有趣嘅实验，睇下二手烟嘅释放会唔会同香烟嘅价格以及质量嘅好坏有关。好快调查员买咗三包唔同牌子嘅香烟翻嚟，名字编号为123，其中一号香烟系最贵噶，三号系最平噶。而家台面上咧就准备晒所有嘅实验道具啦，分别咧就有三包唔同价格嘅香烟啦，以及咧两部实验嘅仪器嘅，一部咧就系测试一氧化碳嘅，而另外一部咧就系测试 PM2.5 嘅。咁阵间咧我哋就会利用呢两部仪器咧嚟测试下三款唔同价格嘅香烟，佢哋分别两个数值会有几多。咁下面咧就麻烦梁准嚟测试一下一号香烟。首先嚟測一號啦，咁佢嘅呢個一氧化碳嘅數值係幾多？好啊，冇問題。嗱，經過測試咧，我哋發現咧一號香煙嘅一氧化碳值咧係一直喺度報緊警告，而佢最後咧定格嘅嗰個數值咧就係126 ppm 嘅。我哋而家咧再用呢一个 PM2.5 嘅测试仪器咧嚟睇下一号香烟佢嘅 PM2.5 值系几多。嗱，我哋都系将呢个仪器放入去咧，前面嘅显示灯咧就不停喺度闪烁，亦即系话咧系差唔多要报警噶啦。咁最后咧佢停止嘅数值就系225嘅，咁所以呢个 PM2.5 嘅数值就系225，我哋做一个记录先。嗱，由一號香煙嘅數值嚟睇咧，無論係 PM2.5 啦，亦或係一氧化碳咧，都已經係超咗標噶咯喎。咁唔知道二號香煙又會係點樣嘅一個結果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嚟做下。你等等先。咁為咗我哋呢個測試數據嘅嚴謹性啦，咁我哋而家首先要熄咗一號煙先。因為佢而家係咁出煙，係咁出煙，係會影響到二號測試嘅結果嘅。咁我哋大概靜止半個鐘度啦，等屋。我哋成間房一邊嘅煙散開先，然之後我哋再進行測試啊。好，咁你而家就先熄咗一號煙先啦。
半個鐘頭之後，調查員對二號香煙檢測結果顯示，二號香煙嘅一氧化碳為81 ppm， 而 PM2.5 則從原來嘅300几微克直接高到爆標。而喺半個鐘頭之後，調查員再嚟睇下三號香煙嘅一氧化碳同 PM2.5 嘅情況，數據依然係爆曬標。哇！做今次嘅實驗真係唔簡單啊，難為咗我哋兩個啦，已經吸入咗無比地多嘅二手煙。嗱，咁從我哋今次嘅實驗數據嚟睇咧，我哋可以見到啦，一號香煙咧就係最貴嘅，二號香煙咧就係中等價格，而三號香煙咧就係三款入邊最平嘅。咁一號香煙咧，佢嘅一氧化碳值咧就係126，已經超咗標噶啦。PM2.5 咧就係255，同樣地都係超標嘅。而二號咧，佢嘅一氧化碳就係81，佢 PM2.5 咧係已經爆咗標，係已經冇數值可以顯示噶啦。咁三號咧，佢就係一氧化碳咧就係56 ，PM2.5 咧亦都係爆咗標嘅。咁從三組嘅數字嚟睇嘅話咧，其實就冇明顯嘅指向性喎。咁究竟香煙嘅價格同埋二手煙嘅危害有冇關係嘅咧？講質量咧，就我哋呢個吸煙嘅質量咧，同我哋食物嘅質量係一樣。好食嘅嘢咁，可能你感覺到佢唔一定係質量係特別好嘅。唔好食嘅嘢咧，佢唔一定係質量差嘅，呢個係有類似嘅。咁同樣吸煙嘅咧，主要係消費煙草嘅人感覺佢好唔好。比如咧，我要啲濃好濃嘅煙草啊，好似而家有啲好濃嘅煙草，有啲比較輕或者係比較淡嘅煙草。咁呢種咁樣嘅情況咧，喺影響程度上係有差別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喜歡高濃度嘅煙，咁樣嘅話咧，佢嘅危害其實係大嘅，同嗰個價格唔係絕對有關啊。咁所謂劣質嘅煙草，對於吸煙者人嚟講，佢難食嘅煙，佢唔一定危害太大。咁當然啦，你經常吸一啲濃度比較低嘅煙草，佢嘅危害性係會少啲嘅。調查到呢度，相信大家對二手煙都了解都唔少。最後對呢一期嘅節目內容總結。第一，二手煙含有大量嘅有毒物質，喺房間入邊食一支煙，室內空氣質量就會超標。第二，喺室內吸煙大約要30分鐘，室內空氣先可以翻到標準值。二手煙比汽車尾氣仲要濃，為咗自己同他人嘅健康，請你哋唔好繼續食煙啦。吸煙咧唔單止會影響到我哋自己嘅健康，仲會危及到他人嘅健康添。所以話咧，大家最好都係唔好再吸煙啦。係啦，如果真係忍唔住想要食煙嘅話咧，記得要去到吸煙區或者係冇人嘅地方食。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啦，咁下期節目咧，我哋同一時間會約定大家嘅。咁如果話大家想了解更加多關於生活嘅資訊咧，就可以關注我哋嘅公眾微信平台同我哋互動嘅。下期同一時間我哋再見啦，拜拜。